历历的疼痛商店，是卖什么的？疼痛商店卖的当然是疼痛。那我要你能做出来的最痛的疼痛。有谁会开一家贩卖疼痛的商店？你有什么问题？家庭不和、失恋、性压抑，还是单纯的喜欢虐待？觉得呢？我觉得你是单纯的喜欢看别人痛苦。可是你们明明就很快乐。